这么好的客栈，这么好的员工，这么好的老板娘，他怎么就能够没人呢？下班就先去拉客。你们在船上唱歌，你现在出去试试，没人理你。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都没人搭理我了。别找话题，你下午就给我拉客去。船长，我们往那边走。你们有住的地方吗？我们有店，我们有客栈。有退掉。我们真有人了。哇塞，我这鸡翅好像有点多，还有个香肠炒饭吗？这还有条鱼呢。我们这晚餐包的太实诚了，明天拉客不包晚饭了。咱们欢送千玺，明天一路平安。说一下啊，我是那个明天早上要离开一下。明天我要送他，那我也不在了。你看我们明天对面的三个都不见了。哎呀，明天大家都走了。你先看自己身上东西带齐没？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下去。你拿箱子吧。那你把门一定要关好啊，走的时候。明白。昨天如果单日，昨天挣钱了应该。这怎么黑？怎么看方向啊？好问题，这么黑我还戴啥墨镜了？对啊。哇，这个感觉太特别了。我很怀疑我那个电饭煲，又会把我的粥煮成饭。没事。我这次水加了很多。不会的，不会。都会好的啊，什么都会有的。那青子、季他们都会弄。你不在一样也一样都会特别好。嗯，你知道吗？但你给他们摆那么好，那么人反而倒不一定能用上，知道吗？哎呦，每天早上5点就起飞，哎呦，我今晚就不得睡了。明天早上5点钟起飞。嗯，我要赶到这边9点钟回来。那我要去接你一样，我也5点钟起。哦，那你7点需要我接你的吧？对吧？应该是需要的，我觉得。烧开水，西瓜榨汁，锅里有什么杂粮什么？走走。这个呢，凡事不能万事俱备，你知道吧？不好了，煮鸡蛋吧。嗯。那个黄油跟果酱，你知道放哪儿？在这儿。都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哈喽，来吃早饭了。哇，热的。面包是昨天用那个机子做出来的吗？对啊。嗯，对对对，涛姐做的。有的。哇，这么多鸡蛋。对，能吃多少吃多少。能吃多少吃多少。小菜。哇，还是小菜啊。这早餐也太棒了。我们早饭得吃3个小时，吃到午饭。I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someone. But I don't believe in people's big doom. I believe in angels. They will come out with me. I believe in heaven has room for me. There's something coming on from my own.
现在送完涛涛往回家走了，我可能差不多一个小时就会到那个码头。强哥，这西瓜汁儿榨西瓜汁儿的籽儿不用拿回去吧？掉了。哎呀，哎呀，吃了吧。我能不能不吃？不能，掉了的只能咱俩吃。这儿，过来，来，这来来来，哎，朋友们，我带了一个好朋友来。哇！糊涂过来。哇！糊涂。糊涂。糊涂。出来，他给我带路，我走过来的。真的？我从那边走过来，他给我带路过来的。糊涂，记得我吧？昨天咱俩拍了照了，你忘了？你跟我去我们玩吧。老板回来了，老板，我们结账吧。你们走啊，好啊，结账还不是嘎嘣脆。哦，一、二、三。哎呀，客人要走了。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拜拜。加油啊！加油啊！四件货嘛，意见箱嘛，意见反馈单，可以放这个里面。我来帮你催一下。你们一路平安，好，下次有机会再过来。拜拜。好。哎呀，今天都走了，好伤感呀。一会儿就来了呀。这不就来新的了？哎呀，不错啊。糊涂，别上来，强哥给人家狗给拐跑了。嗯，我们对他狗也挺好的哈。这是隔壁老板的，那个狗主人。糊涂的爹。嗯，你是糊涂的爹。啊，对。啊，我在这儿待了十多年了，在龙湖啊。那您这附近都那什么了？肯定是都平摊啊，都是。我背包客、啊、出身，是吧？还是背着包来的，所以就刚开始来的时候背着包来，以后觉得这儿舒服就待着。就待住了，不回去了。啊，然后就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客栈，就自己开了，是吧？嗯。您给我哥电话了，哥。您怎么称呼来着？刚才有马大师。暂停，没事，我跟您有什么事跟您请教。好。嗯，今天现在这亮，因为今天没下雨。那个怎么没注水了？来，我教你一下，你下次你自己用。我知道，碧浪一来，细菌拜拜。全部到满，就一满，不有标记吗？你教。你笑啥？笑你咋的？啊，能不能笑？行，你来。我不行，就看你怎么样。咱一个开始。好了，学会了。好了，回来。老板，我们这个做好了公众微信号，我推到工作群里面。我觉得会爆满，你觉得呢？我觉得，爆满一定没问题。对，我们把那个千玺的头像放在那个。千玺都走了。千玺说了，我当了三天社工，被你们利用了一辈子。只要来给我个感冒冲剂喝呗。有杯子风船太少了，船太少了。你好，哎，我是这个亲爱的客栈的管家。两个人的恋爱十周年纪念日，我箱子里面背了一件婚纱，所以我们是想要拍婚纱纪念的。啊，明白。还有房间吗？今天入住啊？您几位？我一位。一位。对。哎，这个哥们叫姓钱，叫钱三金，得多有钱啊！每天出门带三金钱。他一个人来玩三天，他是失恋了吗？有可能。
哎，你好，于女士，你好。哎，你好，那个我们快到了，姚老板。好的，那您在那儿等着我，过去接你。哎，玉女士你好，我马上来接你吧。我小陈，你好，你好。薛翔。对对对，是我是我。我呢，把你们的行李先拉到船上去。不用，我们一起来。不是，我自己来。你们在这躲雨，躲雨。老板接客了。哎呦，客人来了，靠一点旁边，我把行李拿上来。哎，小心，来，再从这进。老板。哦。我可喜欢这儿了，每一个地方都打动我。嗯，先喝点奶什么的，喝点水。今天我们那个刘涛负责餐饮的，他今天没在，今天有事儿，啊，但他明天就回来了。哎，金先生，到大概应该15分钟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是吗？对。好的，那您在那儿等着我，过去接您。老季啊，啊，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你想买鸡翅、鸡爪的话，我就出发去接人，你去开车买吧。行。你确定来得及吗？嗯。那房间打扫完了吗？我没打扫完。还是要出去买，还是要出去买。青子，你来打扫吗？走吧，走吧。你还挺让着那谁的，挺好的。我习惯了，我不想吵，你知道吗？吵来吵去真的是，就是本来都不想吵，但是有些时候就自己压制不住自己，你知道吗？是吧？得学学人那谁，我们老板。老板还是很厉害的哈。那要不然能是当老板吗？是。青子啊，我呢给他打点虾片先，虾片应该好弄。行啊，不成功了那个。我回来了。彻底的失败，第二次失败。啊，又失败了，油还是放多了。咱俩就是要给小孩下面吃，然后都是糊的。电话来了，你出来去。啥东西了吗？哎，你好。你好。来，我现在你自己改租啊？啊，你已经到了是吧？你先买，我去接待客人。你能不能走到农贸市场？因为我现在就在农贸市场的门口。农贸市场的门口。对。我看到你了。哦，是你啊。你好。你好，您就是金先生吧？钱啊，对不起，钱先生，钱三金先生，对不对？好，这没关系，不用在乎他们。你这样吧，你先跟我来吧，你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买了东西呢，我们就一块走，好吧？您先在车上休息会儿，我一会儿过来接你。好的。等。啊，感觉他是失恋了吗？谁啊？客人。怎么了？那是。哦。在哪了？在车上，把他放车上，咱快点买了走吧。哈喽，嗨，你好，我们现在马上回去了。你是不是那个快男？对，我是快男。快男听起来不太好听，你叫我快乐男生吧。快男。是吗？等我一下啊，老板。哎，那个咱们二楼停水停电啊。
一楼也没水没电。今天没听说要停电，前两天发通知了，今天没发通知，那不应该。行，那我好吗？休息一会儿。对，我给你问问，别着急啊，我只能先帮你打听打听，我看是什么情况，是整体停还是怎么？我要炸了，晴子！我要炸了，疯了是不是？我要爆炸了！那怎么听说停电了呀？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店太不稳定了，我觉得客人来这里住，不能让他洗不了澡啊，对吧？只能先想办法呗。怎么感觉你不开心呢？我好累，我没有不开心，好疲惫啊。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人都感觉异常的乏。是，你要是累的话呢，你到了客栈你就可以先睡一会儿。马上就到了。牛啊，牛啊！看来这600块钱可以省了。省了买发电机了，可以。对，你好，我姓王。你好，幸会啊，欢迎啊。这是青子，这是那个季老师的那个女朋友。你先进去坐一会儿吧。哎，咱没电了吗？咱没电了啊，联系呢。你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的？累，水啊，就水啊。好，反正我们都在，虽然没有电，但是我们都有电啊，随时指导我们，使唤我们啊，欢迎。对，真的。哎，跟他说晚餐的事了吗？说了，说了是吧？他怎么说？他有，他比较累，心情比较低落啊。这个，对，我们还是别打早餐了。对，一会儿崩溃了。对，我今天比他更抑郁，好不好？没有，想都难受死了。这样吧，明天我替你当那个啥，我帮你去接客，你来打扫卫生就好了。那还是我去接客，都不容易这工作。对，男的也挺不住。姜老板，过来跟我打扫一下，快，帮我打扫一下。青子，你也歇会儿，没事，歇五分钟，歇五分钟，歇五分钟。过来一下，没电没人了。过来一下。干嘛呀？打扫一下，没打扫完就走了，快点。快点，快去，快点。磨磨唧唧的，真的是。磨叽。我看他们俩太逗了。他们俩挺有电的，我觉得。你们俩给我发点电吧。我不想打扫。你累，所有人都累。你累，所有人都累。我给你发的微信，你看没看到？啊？什么？啊？不想看了，我。鸡翅买了吗？买了。你折好了没有？我没呢，我没闲着。在干嘛？累死我，一直在喘。你一直在干嘛？收拾啊。怎么收拾这么？哎，我就一直在收拾，还嫌我收拾的不好。你收拾啥了？我看看，折好了吗？这个，这不是我之前就铺了个床单吗？铺了床单。你被子你都没弄啊？你就弄个被子嘛。我就弄个被子，你现在不要说我好吧？我不说你，我说你。你有没有听懂老板的意思？你知不知道现在在亏钱？现在节省成本，本来晚上就没什么人，对吧？我觉得大家随便吃一下就可以了。客人也说随便跟我们吃一下。我觉得你想我觉得你有点搞笑。第一点，为什么你有点搞笑？我跟你讲，第一点，你跟我说完了，我是买完了，我们已经开车到那个人码头了。之前你走之前，老板就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也听到了，而且我觉得意大利面已经很好了。因为今天主厨不在，咱们尽量做简单，别给自己找麻烦。行了，我不想多说了，咱们就别说话了。我不想跟你吵，我也不想跟你说。我今天很累了。你累，所有人都累，好吗？我真的是能被你气死，真的。你听不懂老板的意思吗？我就买了，怎么的？不是，你就买了。你怎么样？我就买了。
睡着了？我看刚才那些油浪费了，我就炸了这个，给吧，咱们吃吧。哎呀，太好了，吃点吧，随便。你尝尝。嗯，好棒。毕老师，哎，毕老师，请走啊，过来歇会儿。马上，马上，拖个地就行了。星子，你来吃点东西吧，哎，这点就行了吧。马上。我刚炸的那个火腿肠。马上。星子今天大爆发呀，特别有劲儿。女生一般不开心的时候可有劲儿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发电机就不要买。昨天叫买的不是你啊！我一直发也不要买，买了也一帮人叽歪，不买也叽歪。所以你买了吗？我没买，一会儿坐，先累死了。哎呦我去！刚刚坐到一席，已经比前两天好多了。前几天根本就没坐，这两天已经有时间坐了。嗯。又吵架了。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们俩叫他好几次没理没搭理我俩。我说说什么来着？我说女孩只要生气了，干活可带劲。哎，累死了，这样下去不行。老这样本来就够累了，还气一道，哎呀！我还是哄她，你说累不累吗？你知道男人为什么叫男人吗？怎么叫男？那个男是男字的那个男，是男伺候的那个男，所以我们叫男人。等会儿，咱烧一会儿，再过去。现在过去就是踩地雷。以后叫他砍地雷算了。哎，咱们会不会下棋？就在这下吧。哎，下一期到，咱们打一下拳皇。可以。把汽车撒在拳皇上是吧？是啊，打死了你！一会儿还是要哄，不能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知道吧？哄啊！我现在去哄哄他。这回，拿点吃的，拿点吃的。黄景山要吃的，知道吧？我半天晚上都不能去，现在就是扫雷。嗯，走，我们去打游戏去。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一个人生啥闷气嘛？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为团队好。哎呀，我也脾气上来，我先胃痛。来了，对。都给你放了，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以后脏活累活就交给我做，好不好？你呢，啥也不用做，就不要跟我生气就行了，好不好？一天到晚怄气干嘛嘛？啊，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抱一个，抱一个，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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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哎呀，没好还吃我这个干嘛嘞？好了，好了，哎呀。我没有跟着。好了，我的错。哪错了？我的错，哪子错了？不应该顶嘴，好了吧？知不知道现在亏钱？我知道，我就不应该亏钱，不应该顶嘴，不应该买鸡腿，好不好？不是你不应该买鸡腿。那我就不应该活着，好吧？我啥都是错，好不好？我出生都是错，我长相就是错，好不好？根本就不知道你哪儿错了，我就是出生都错了，我哪都错了，我不想跟你再说哪错了，我认错，我悔过，好不好？走了，你别动，出去走，我不出去，我没收拾完呢，你这总这样啊！哎呀，你走走，哎呀，你看你又动了，腰扭到了，腰扭到了，真的，哎，我这天，哎呦，真的，哎呦，啊，真的，啊。别演了行吗？啊，演技不好，好吧。你说什么？走吧。我跟你说，你走后老白很生气，你知道吗？哎，生气就生气，东西都买了。好，走，出去看下去。
你别动，我没有心情下棋。我的疼，我也疼，我还难受呢。好，不难受。哎呀，不难受。哎呀，好吧，好吧。老板，先借我到时候打游戏跟他。不是打不打游戏，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现在亏钱？哦，知道亏。没电，你知道吗？哦，你停，这不来电了吗？那刚才没电呀、啊。哼，就现在总发。就因为你一生气就停电，你一开心就来电。哎我。你是根本就不懂事儿、啊。那我就是不懂事儿。你有的时候能不能想明白一点？想明白什么？老板是不是说今天人手不够啊？然后呢？老板是不是说今天人手不够？我觉得你出一趟门可以，是不是？要不然就这样，下次戴总前要出一节课，你跟他一起去，好吧？对不对？你也不可能把人家工作给抢了。不要说了。你说那么多干嘛？那把我整得很难受，你知道吗？我这样，我这几天过得很难受，你知道吗？好，你过得很难受，分手吧。随便，可以啊。不录了，那别录了，走吧。牛啊！走啊！我走啊！走吧。走啊！你收拾啊！我为什么要收拾？我没有说不录啊。真。哎，我就得好好跟你聊聊，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你好好想想，你换个人对他这样说，你假如换个位置，翔哥做这些事，你喊他去，翔哥。你说我为什么不跟陈翔说？陈翔是我男朋友吗？啊？我跟你说，不是这一点。陈翔是我男朋友，我就跟陈翔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你是我男朋友。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关起门来我们怎么说都可以，对吧？我觉得你有些事情你不用这样子跟我说。好，你看他们两口子对不对，人家也没当面说些这些事情。人家两口子，人王哥做事做成什么样了，对不对？哎呦，今天怎么这么困呢？什么王哥做，人家在一个岗位负责做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在我的岗位，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够好的了。我觉得对，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原本其实我没有太生气，我真的是把你叫过来，我不是为了让你打扫，但我没有想到你一到门口你就跟我说我不想打扫，你说那句话，你觉得我心里会舒服吗？我就这样讲，以后我稍微考一下你，你稍微不要那么敏感一点就行，好不好？你好不好？我们各退让一步，好不好？有病吗？我有病。好。好吧。嗯。好了吗？啊。再给你拍拍拍，笑一下。大小如此笑。三。二。你现在已经长得有点像易烊千玺了。姐姐，嘎嘎你来了，嘎嘎嘎嘎嘎！我去那儿看看，走。Humming bee, you never sting, and I held on for hours, but didn't feel. 哈，今天又停电了，嗯，然后今天又来了两间新房。就这意思。今天和姐夫联系了吗？今天跟姐夫联系了呀。昨天还在泸沽湖过着一种慢生活，今天又切换成了更喜欢哪种呢？现在这个工作已经习惯了，那个是心比较定，会更有家的感觉一点吧。国际大厨，哦，来啊！牛！哎，今天都超常发挥，我发现。哎，牛！往下调一下，自行来个，开一下锅。来吧，我吃个腿儿。哎呀，辣块肉，辣块肉，我帮你把这肉拉掉。相当可以啊，怎么？完美啊！可以的。可以，666，好吃。你怎么不说话呀？没有。你是怎么想到来这儿的？哦，你就是传说中一个人来的那个。对啊。怎么总感觉你有心事的样子？要不然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说说，大家开心一下。我没有不开心啊，真的。感觉你有点不开心啊。没有。没事，敞开你的心扉。
没事，你就当陪你喝一个。当我们是家人，来来来来，咱们一来了，当我们是家人，我们来好的畅聊一下人生。嗯，出来玩一下，就想能画画就好了。画画，对。哦，就画画，嗯，有故事吗？还是有，还是有故事的画画。哎，你要不要帮我们画一幅画呢？客栈嘛，对不对？可以啊。明天这样，我把船开出去，把你开到远处。你看着我们的景，给我们画一个。我们两个这么帅的人给你划船，对不对？你说往哪走，我们就往哪走。你要往哪停，我们在那停住。你要喝水，我们给你舀水。舀水。收拾，给收拾吧。老板，你去休息吧，我们来，我来搞。老板，你去睡吧，老板，你去睡吧。你去睡吧，我明天早上还早起去接老板娘呢。对，放着，放着。去睡吧。我来，我来。哎呀，你们放着。我来，我来。哎呀，都别抢了，我来了吧。今天这个陈翔特别棒，连接待、带管家、带做饭、带洗碗，特别好，完美。下不为例啊！啊，不，再接再厉啊！下不为例。老板今天早点睡，好，我回去洗澡，不用管了啊。那你们辛苦了吧？啊，好了，那你们加油啊！好了，拜拜，好，拜拜，辛苦啊！好，明天见。你说男人的好，男人的好，男人他不知道。所以男人的好哦，只有男人才会懂男人痛。那你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闺蜜，人闺蜜是女人才知道女人的痛，好不好？一样的嘛。女人了解女人，男人了解男人，是一个道理。怎么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忍者，悄悄咪咪的就跑过来了，也不说一声，真的是想干嘛？倒垃圾而已。哎呀，这洗完了，这喝洗得干净。那片小城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你开着。你唱的什么玩意儿？那些花儿啊，我跟你说，我想唱成你那样都难。不可能。真的不可能。真的。你唱一个。我唱不了你那样。我是怎么了？跑了很大吗？你不是跑了，你是根本没在调上。你不是跑，就我哪天要去训练一下。你不用，这个不用选，去找老师上课，这不用选。那怎么办了？天天唱，你就放弃吧，你就好好做你的超模，挺好的。走嘞，睡了，晚安哥，晚安。鸡在我的下了两个蛋，哇！你今天要火？哇，在我的这个吉他袋子上，三个蛋！我操，你今天要火？哇！你今天要火？哇！你今天肯定火得像花一样。哇！啥时候来下的？你把门打开，他们就来下来了。那我应该多开着门，给我没事多下几个蛋。是啊，反正最近他们都在下蛋。我天哪，这鸡怎么了？牛，产量高啊！
这叫什么？哈尔滨红蝉鸡蛋炒饭是吧？哇，晴天了。早上好。早啊。还行吧，炒饭谁做的？我做的，好牛啊！翔哥呢？是没起来呢吗？不回来，睡一会儿吧，他有点不舒服。睡会儿吧，他不舒服。不舒服了。哎呀，季老师帅呀，现在炒饭可以呀。是啊，炒饭可以了得。那给你盛点，我自己来吧，你先盛。第一次吃季老师做的炒饭。第一次吃这做炒饭，我好幸福啊！你俩还每年过纪念日？每个月，每个月都过。我俩是每个月都吵一次架。你俩是每个月都互怼。我来每天吵一次架吧。哎，起来了。能放点音乐听吧。哦。好样的。季老师跳舞都是这样。对啊。哎，他们要出去。要出去是吧？哦，咱们船在这儿啊。船长，开船喽！游客人要走喽！丢油了。伞咱不会弄丢吗？没事，放个伞便宜。没事，行，丢了，下次就没伞了啊。拜拜，拜拜。电话。电话。哎，你好。喂，你好，那个我要订客栈的票啊。您几个人？两个人的，就是夫妻两个的，啊，住两天的，啊，今天晚上还有明天啊。好。我多久以前？咋样啊？你辛苦了，来电了吗？啥也没干，来电了。走吧。慢一点，好的，好的，好的。你把家给搬过来好吗？有点不舒服，有点发低烧的，晚上早点睡了。现在呢？现在没事。现在我怎么觉得还有点？没，没事，没事。哎呀，有老婆就是好。老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没有的时候就觉得过得没啥意思，混吃等天黑。可你呢，就一下就有生气的这个家。哎，好可爱，好好看呢。你要画眼线，嘿，你画个眼线怎么了？我也要画。那你不也化妆了吗？我怎么没有？我没。你怎么没有？没对的痘痘。我没有。怎么没有？起来。看你的脸。啊？我们那个床单没有新床单了。我觉得今天要跟老板讲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得把床单那个东西给整够。哎，你再问一下老板那个什么洗床单被罩那事儿。我们明天就没有了，并今天必须洗。咱们自己洗不了是吧？没有办法晾，老板说运出去晾，这过多量太大了。问一下老板洗的事儿。对。老板，哎，咱们的床单被罩明天没得换了，今天必须得洗了。咱们怎么洗啊？现在给那个油马大哥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在哪儿洗的，或者你跟他商量能不能跟他一块儿，咱们这段时间跟他混着洗，然后跟他分摊一下这钱行不行？啊，也可以啊，行，我问问他啊。嗯，我去找一下油马大哥。哎，油马大叔啊。哎，你好。我是这个亲爱的管家，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床单被罩啊用完了，明天没得备用了。你们这边是不是也有洗干净的床单可以先置换给我们？就等于我们两家合作呗。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好的，没问题。啊、哦，好，再见。好，再见。我觉得我可以出发了，去接老板，有一堆东西。喂。喂，你好。你好。可以订房吗？请问您是订几号的房间呢？下周四、下周五有没有？有一间房可以住三位，您要选择吗？
可以。好的，哎，再见，嗯。哎呀，这生意多的呀，忙不过来了。哦，对，我的那个箱子在那边。什么箱子？绿的是床单、酒，还有我昨天带了一点什么调料。哦，那就放着呗，这都是没用的东西，要它干嘛？这是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啊，那就没就不用了呗，用它有什么用？喝杯水。船长，哎，你要是再帮我拉一船这样的东西过去，要多少钱呀？一百五啊，那你帮我搬呗。可以。好，谢谢啊。姐，在这儿呢。我要说一些事情和我哥。哥是这样的啊，我给了船长150，让他帮我们搬全部运上去。现在你要运，如果你要愿意就运呗，你要非要运就运呗，我拦不住你，让你死活要运就运呗。那你不想搬，就把它一直放在那，一会儿下雨那就全都淋湿了。那我专门那不就那人不让让那你不这样人不就被东西累死了吗？不是，那为什么咱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东西累死呢？我不明白。咱们光照顾自己的和客人的这个正常吃喝这事就很难了。是啊。对啊。所以就我们这种处理方式，实际现在不正确，就是我们就是外援解决，自个儿回去掏钱买一大堆回来，咱仨跟傻子似的围着这个湖边，那对着30箱子发火，然后处理问题就是花150把它运过去，让人老乡那儿搬，然后咱仨人在那儿，显得我们很无奈。真实就是有什么用什么，真实不是说你都给客人弄得全都特好，就是没必要弄得都特完美。然后是我知道啊，咱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啊，这是开客栈吗？我不介意花钱，你比如这个床单咱们发现洗不了，那咱们就可以跟人合作，或者运出去洗，或者哪怕自己单出钱都可以，这是能解决咱们实际问题的，既节省了节约出人力，才能节约出物力，你才能干别的，才能种种子，才能摘花，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咱们这种呢，咱自个儿买带过来，然后这能解决问题吗？这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咱不要做超出咱们自己能力的事儿，你知道吧？因为你超出自己能力事儿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累死，因为咱都不是说可以放下不做的人。今天早上老纪生气的说他不想录了，笑死了他俩。昨儿我们俩在那下棋，兄弟走过来，他给他们叫了兄弟声，兄弟没搭理，自己在那特生气，在那干活。后来一会儿那老纪就过来了，然后坐这儿又吵架了。我们说那你去哄去吧，然后他说现在我去哄肯定是踩地雷，算了待会儿再说吧。然后就说跟他下一盘棋，然后刚坐下棋盘还没打开呢，算了还是现在去哄吧。然后去，我们说你太怂了。那你也哄我两下呗。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啥事儿也没有，我们俩想。哎呀，我不是冲你说，我是冲这种方式，对吧？我说的有哪条不对，你直接告诉我。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但咱不能为了把它弄好弄漂亮，把自己变成东西东西，每天都在拆东西装东西铺东西，拆东西装东西铺东西，最后的办法就是把自个儿累死。哎，他答应帮我们搬的呀。所以我跟你说过了，你就是特别那什么。我又怎么了？你别再骂我了。我不是在骂你，我就说你觉得你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就不要再说我了好吗？你就是特别天真，就是。那我就这么天真。我已经告诉你，直接的告诉你一个直接的解决方式，我就是运走。你都不觉得那是直接的解决方式，你觉得就是
大家都站在那大眼瞪小眼的，特别尴尬。我说那得了吧，运了走走了吧。运走运回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这次咱们又要扔好多垃圾了。哇，就这个。哎，班部，你别玩那个，跟那个，跟这还行。装不下了，没了吧？过来歇一会儿吧，咱稍微歇五分钟。这个拿来干嘛的？插花的吗？这个当杯子也挺不错的。这个杯子的名字叫脑袋进水。这把老纪，你再说一句，还不错。那我给你脑袋插花，来吧，别动。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能关吗？啊！哎呀，哎呀。韩青老师，你今天怎么招他的？他今天怎么这么……你今天干嘛？你说一下。看老师你怎么了？你让他干嘛？他今天从楼上下来，我都不想弄了，我回去。我说怎么了？他让我闻屎。这好像不是尿不湿。哎，说这是不是尿不湿？你闻闻。起来。你闻一下，我起来，我不闻。你闻一下嘛，就闻一下。哎呀，我不想闻。你闻一下嘛。哎，起来了，你不要有病啊，神经病，脑子。那你别说了，你下去吧。本来就不想闻嘛，你为什么要让我闻呢？你拿这个玩意跟衣服放一起啊，闻都不闻。我衣服放一块怎么了？那我跟人家的婴儿东西放一块是怎么了？行，你一点错都没有，你特别好，你完美，你完美男人。那小孩他不是穿的衣服小吗？我都跟那小的衣服折在一块放那儿嘛。然后呢，他还过去拿开，闻一下。我就不看，我看黄脸脸，我就知道了，知道吧？我说就不闻，说我说我自私。哎呦，笑死我了，都快。我啊，也对，就是他闻过的，你必须得闻。这叫有难同当，你知道吗？他要没闻过也就算了，他闻过你必须要闻。来。那我们那个床单我还要去跟他们换吗？换呀，我不说了吗？这个解决不了咱们的问题。这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我屎你咋不拿来闻两下？不是说我们对吧，这是解决问题方式。我没有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但这是一个救急而已。这不是，我们不应该这么救急。如果我们今天这么救急，我们就得永远这么救急。这就是从最简单的救急的方式。那我们就再也没心思去想这床单应该怎么洗怎么换。这要用完了呢，这明天就用完了，一共有多少啊？背着好吗？我只是背着。你说背着可以，背着可以，背着可以，什么都可以背着。是，还可以背一架飞机停到后边，送客人，对不对啊？要去哄哄，哄他不认可，这不是说情绪上的问题，这是道理上的问题啊。对，比如说尿布给我闻，让我闻，我不闻，这道理是错还是对？我也是在反省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让对方静一静，因为你要不静下来，他也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给大家一些空间，让大家想一想，大家冷静一下。对，我不是说你闻，你对我态度不好。后来的怎么处理了？哄啊！没哄，他没哄。刚才不哄了你啊？没有。那你有点用。你摸两下头就要哄了？那不叫哄啊，那叫啥呀？我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在哄你，知道吗？
女孩只要生气了，干活可带劲了，可带劲了，带劲了。早点吃饱了吗？吃饱了。你要不要再吃点啥的啊？嗯，这个过滤水啊什么的。太好了，就缺这个。厕所刷子也有了。搬哪儿去啊？这个现在咱们，要不然先放在那楼梯底下吧。老季，哎，陶姐给你带了这个助燃炭，太好了，还不谢谢陶姐，谢谢陶姐。那我准备去接客人。陶姐，你真是太优秀了，想得太周到了。我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在哄你。哎，我今天买了两个手套，谁看见了？一个胶的，黄色的。我拿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下雨了。你去问问老板，老板和老板娘有没有绳子，我把这个取下来，去吗？去，快点，乖。哎呀，人俩闹情绪呢，我过去多不好。那你也知道了。我知道啥呀？知道你给我亮嘘嘘的感觉了。我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在哄你。我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在哄你。没，老板，这边没事了哈。没事。你好，你好，你好，叔叔你好，你好，叫我小陈就行啊。小陈，来，阿姨，您先休息一下，坐一下。嗯，好的。我这还有两个客人一接，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您是来这儿度假？对。啊，我们是采风的。采风啊？您是做什么？啊，我们是做那个面塑串做的。哦，拿面做呀？可以吃的，但是做出来的皮肤跟色彩跟人都差不多。哦。啊，小小巧的。啊，所以您是艺术家对吧？也不是，叫面塑艺人吧，这样。啊，是这样的。Hello 啊 ，Hello 呀，又看着我了，哎呀，这条裤都湿了，走喽，开床喽，Hello， 客人来了，对，客人来了，我们今天迎来了两位艺术家，你好，叔叔阿姨，你好，你好，来 ，Hello， 你好，哎呦，终于见到老板娘了。老板娘好瘦啊！我想和你们抱一下。哎呀，抱一下！我昨天看老板娘，看老板娘看了好久。你好，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喝点水，喝点水，来，喝点水，好吧。对，姐姐，好，带您看看，来。啊，好美呀！这现在越来越正规化，越来越有情调了，咱们。对，歇会儿。哦，像个不老传说啊。什么叫不老传说啊？这么大了年纪了还没有皱纹。这么大年纪了。你看我。啊，鱼尾纹。为什么那么多了？那我也有。看我像个。你有这种感觉的是吧？帅哦，你不用太就是太做作是吧？不是，就不用太刻意说表达我自己很帅，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拍照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表达我自己很帅，但是我发现这样就是。不耐看，就是你的气质出来了是最帅。你说表达也很帅，我看看。就我以前表达很帅是这样的，这样。啊，那这种做作的动作我们不会做的。老板你在干嘛呢？喂，这可以打中吗？可以，这不是打中了吗？这东西就是一个跟自个儿较劲的一个东西，就是能不能改掉自己的一些错误毛病。比如你头在这儿吧，上的时候和下的时候头都得在这儿，头都不能动。打完你得在这儿。击完球了，你可以看了，再看。但是一般人都一打就看了，都这样的。你一看就抬头，人就站起来了嘛，还不能站起来，就控制住自己身体。对，这个很难，这是全世界应该最难的事儿之一啊。现在大人玩的玻璃袋哈，是吧？
这边啊。我们喜欢串。到什么地方？哇，这里还有好多花呢。哇。我去看一下那个附近的那些那个摩梭人有没有好，你忙吧啊，一会儿见。您从这边可以出去往那边走呢，就是可以走到湖边去，往那边走就是反方向走，那边有一些村民，你可以跟他拜访一下。可以，我去找他们。好的好的，再见。谢谢，拜拜。哎呀，我发现一个好东西，你想不想看一眼？啥呀？想不想看一眼？啥嘛？你看这是谁？真美！哎呀，快给我做一点！怎么这么美？你们俩干嘛呢？哟，拍的真好看。是吧？亲一个，亲一个，快点，亲一个。怎么不？你亲我呢？快点，快点嘛！我不想亲你，快点亲我。我想亲一下我。呀，疼，缺心眼儿呢。疼死了。那你亲我一下吧。你求求我。哼，怎么了，翔哥？没事。现在我们用的手机是什么手机？大声回答我，是什么手机 ？OPPO R11，年轻人都使用的手机。好了。哎呦，受不了了，太美了！看我，看我，哎呀，流泪了！哎呀，美哭了，把我美哭了。啥玩意？专门拍我斜眼的？怎么有点像哈士奇了？不拍好看点。拍的好看点呗，不拍了，今天就拍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金老师，哎，无聊不？你要我拍照吗？来啊，可以啊。你俩互拍。好，三、二、一，走。怎么样？牛死了。涛姐，我帮你拍一张啊。我王哥拍了一张那个龟干的，哦西，他觉得帅，他就是很帅呀、啊。是啊。老板娘，喂，我要交给你个重任。说。哦，你太帅了，秀外慧中。我有啥重任？我俩吧想拍婚纱照。哦，不把孩子交给我是吧？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你可以先，你先忙你的。我没问题啊。我们是。刚好来这儿过恋爱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周年对吧？哎呀，太好了！来，我帮你去写字。你俩去写字去吧。去哪里写字呀？去看看。太好了。我们去哪里写字呀？咦，叔叔在干嘛呀？叔叔。小妞。抱抱吧，叔叔抱抱吧，好不好？要不要叔叔抱抱？好吗，宝贝儿。养你养。叔叔带你，举你玩玩玩，好不好？举高高，好不好？啊，不好，不好，不好。不举啊，不好，不好，不好。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好不好？不好，啊，不好，不好，不好。好，咱们举一个吧，好不好？举高高，啊，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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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俩也很少有矛盾，但是就是矛盾来了怎么办呢？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这种婚姻状态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你矛盾来了，大家表达完了就过去了呗。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这种感情和他的爱吧，这些都是生活的细节呀，也只有在生活里才会有的呀，对吧？大家如果不在一起，就每天打电话说我爱你，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嘛。还是有点感觉的。哎，你看看这个，哦，好帅啊，姿势不错。我把它盯起来。是谁呀？是叔叔。叔叔，是你。打一下，打一下。其实这也是我想回归到早期和一起生活那个状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别哭啊，别哭。光圈你要走啊！干嘛？没事没事，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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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我闺女给我哭了，好了，哎呦，妈妈了，看到妈妈了，没事，可以抱她一起啊，先抱一下，先抱一下，抱一下，哎呦，先抱一下，谢谢你，没有没有没有，你好厉害呀，说你一秒钟从切鱼转换到抱娃，没有，切鱼，然后手一擦就
咱走吧，走，咱去拉皮套吧，走，去哪呢？糊涂客栈。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这哥们呢？船老大。我船老大跑哪去了？来，我给你们划走吧。没人拦，我们走了。出发，走了，不管了，不管了。我挑个头啊！不是，就这样，我不挑头了吗？要挑。浩姐，我们拍完了。拍完了，宝贝呢？跟没有，跟他爸爸在楼上玩呢。你回来以后是有好吃的可以吃了吧？啊，昨天你不在，老板昨天一下午打不起精神来。哪里？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来。哎呦，吃饭都没吃下。哎呦，因为你不在。哎呦，早就睡了。哎呦，他累了，这几天确实是累了。好了，走，胡总，走。哎呀，真乖。这是你们要洗的是吧？对。有没有清单？六个被套，九个枕套，六个床单。我们最后就上面咱们就换着洗，上面呢就是我们给你最后摊你们洗的钱就行。这是多少？六套是吧？行。谢谢。走。蒜末是不是也得这么拍一拍啊？不，再过来，过来，来，就是你拍完了吗？嗯，你拍完了你就直接这样。还接下来是亲爱的客栈创意环节，轻松一刻。哎呀，谭行呢？你说事儿。今天早上刚拍了一张照片，太帅了！刚发了朋友圈就有800多个点赞，你看怎么样？这怎么拍出来的？我呀，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明星御用的摄影团队，顶级的化妆师，世界级的灯光师，意大利骨灰级的造型师。重点是，你看我这45度角完美侧脸，怎么样？怎么样？俄国最厉害的灯光大师是不是就那个阿达里阿诺·哈库纳·马特塔？啊？哦，对，就是那个他啊过了那个，对，就是他，下次我介绍给你用啊，你在这玩啊，我出去忙点事儿。原来他是用了最新的 OPPO 20S， 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慢下来 ，OPPO 20S， 怎么拍都好看。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提醒您稍后看点。你是用的这个小苏打粉吗 ？No。什么面？特别好的。是哪个面？我告诉你。有个人做饭做嗨了。厉害吧？这个是给你们10周年烤这个蛋糕。哎呦，你哭着我也想哭。我认为我们这个叫亲爱的客栈。其实跟感情和跟爱情和婚姻都不能分开。就是你拍完了吗？嗯，你拍完了你就直接这样。喂，我去给你拿那个衣服创可贴了。这让我太内疚了，你帮我切个蒜，还把手给切了。没事，是他的刀太厉害了。啥意思啊？来了。哎呦，这边疼，让他忍一下。哎呦，为什么要这样呢？好点了吗？是不是还流？这没事，我给你拿创可贴。再也不让你帮我切蒜了。来，给贴上。啊，没事啊。那个切蒜的时候，那个刀有点快。心啊，可以，好了，我来做吧，我来切啊，我来，给你们割核桃吃。哎，我等你呢，宝贝，你的排骨好了。好。小姐这好了。对，
等一下啊，我把它放到这边，你去那边。你给我切的蒜呢，大哥？好的。西板娘今天有点忙。好的。我问他呀。哎呀，我这个鱼，我应该给它划两刀，忘了这事儿。哎呀，哎呦我的天，这下尴尬，太猛了。宝贝儿，借你的刀给我用一下，我帮它稍微划一下。你是用的这个小苏打粉吗 ？No。你用的是什么？这是专门炸它的。这个面是什么面？特别好的。是哪个面？我告诉你。因为我昨天用了，也用了一个面。跟你不一样。肯定是这个。一定比你好。信不信？有个人疯了。对。有个人做饭做嗨了。好，你们让开，请你们让开，请你们让开。浇油了。请你们让开。厉害吧？厉害。好给面子啊，你们。我这个好了，叫黄金三角豆腐。哇，每天都好丰盛啊。来首音乐。来一个那个斑马斑马，你可曾睡着了吗？我的嗓音适合唱那个是吧？斑马斑马，你可曾睡着了吗？我唱一下。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那是董小姐，不是斑马吗？不是，不是一首歌。斑马，斑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你是歌曲串烧吗？感觉也挺对的啊。斑马，斑马，家里没有草原，跟我走吧。啊，董小姐，哎，这是咱们主题曲啊，这个歌曲。哒哒浩姐，你这做的啥？想做块芝麻糖饼。我芝麻酱呢？我觉得可以的，你尝一下，就是看爷味儿啊，那个味道，要不然再煮一下。真的假？这个。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么会让我在无尽的黑夜里度过？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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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因为剩下的菜都凉了，要不然我们已经了，没有菜了。好，那叫大家吃饭吧。对啊，好。这是什么呀？一个芝麻糖饼。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芝麻糖糖更香。你把厨放我肚子上，你吃我去穿一下。你吃肚子，你放我肚子，你看我的肚子抖动了。这个叫狗喘气。哎，你觉得我这样子要参加快乐男人的第几？你能火，反正管你得第几，你肯定能火。就跟当时那个，就那个海选，就是各种的那个女人是吧？对对对。再来一个，再来个什么歌？我们再来，你们点个歌。快点放到这儿了，我们唱这个吧。嗯。灯光也暗了，夜也起身了，狗
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你唱厨艺，我唱我和尚。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只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哎呀，真好，我也会有大师级的唱。哎呀，真好。哎，你发现一个问题没？一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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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个狗，单身狗。对儿吗？你现在是来陪我的，对不对？对，你想唱个，听我们唱个什么歌？我的对面是一只单身狗，戴着眼镜要跟我们吃晚饭。吃饭啦。吃饭喽！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三二一，耶！好的。嗯，怪不得这排骨那天都给吃完了。排骨很厉害。好，这排骨我要尝一下，那天就没有吃到。我说翔哥做的排骨真的是一绝，我跟你讲，跟我那个鸡腿差不多。这个饼是谁做的？哦，我做的。哇，来我给你拿。涛姐，你会做的东西简直。太洋气了，这么下去你们客栈就可以改餐厅了。那屋内卫生谁打扫的？是你自己啊？是吗？他把我这衣服好尴尬。对，今天他帮你。他有个石戒子，这是他的。对，我还闻了一闻。要敷那个？别说了，好吧，大家在吃东西。这亲自以为是面膜呢，敷脸上的。它叫抗青紫，抗青紫啊，但是特别美的麻雀，金童玉女哈，这就是金童玉女，这不是古代就说就是金童玉女啊。我学玉女，她不是金童，绝配了。来摆个 pose 给你看看，怎么样？感受到我的目光了吗？这个是给你们十周年烤这个蛋糕。哇，谢谢。还行。哎呦，你哭着我也想哭。天哪，这是怎么了？来。啊。哎呦，摆的边哎呦妈，再哭我一下。对，我也。哎呦。在座好多人容易哭的人呢，你看看你对面又弄哭一个。所以说，女人心思玻璃做的，她是谁做的了？你这么短时间还能做一桌饭，还能烤一个蛋糕，我认识大厨哎！昨天我还说她是大厨呢，啊，她是大厨呢。我是代厨。你是二厨，是三厨。我是代理。你怎么不哭啊？我觉得咱俩哭一下吧，人家都成双成对的，咱俩坐在这面对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是独生子女。我也是。你们几周年了？给你们也烤个蛋糕。咱俩几周年了？不知道。不知道。咱们几周年送你个这个吧，排骨。就一块排骨。是，祝你瘦成排骨。是。哎，这个祝福不错。哎，这个祝福不错。第一个来。哇。这亲我一嘴油。这个要你们两个一起这样一下。好。好。你要拍个照。拍照快。欧宝。欧宝。就这样。预备起，三，小光圈来，三二一，开心，开心，亲一个，哎，我给你俩一人一块儿，我想问问你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我们81年到现在，80年到现在，10，37年了，37年了，对，我们还有3年就40年了，八零年跟我一同龄，我是80年的，那我们80年就在一起，37年的元老在这，咱们十年在这嘚瑟什么呀？婚姻的这种幸福状态是没法装的，他没法偷懒儿，也没法去假装去演，一定是幸福的婚姻，一定是背后有幸福的家庭和事业去支撑他的，所以说缺一不可。30年前他支持我，
然后他那个时候嘛，还那个工作特别忙嘛，所以我在家里面就是我煮了煮车。所以现在退休了，他退了，他就他喜欢的这个东西，他就支持我啊，太好了，还有小有成就，所以说我就支持他，太好了。两个人能找到那个共同的幸福点，啊、那个兴趣点是特非常难。说前十年他支持我，后十年我支持他，我现在就做好后期，出门就当车夫，在家当虎夫。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一起做饭的。对，37年。我觉得今天那个，谢谢，真棒真棒！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特别彩题，因为我们这个叫亲爱的客栈，其实。跟感情和跟爱情和婚姻和友情都不能分开，真棒！阿姨叔叔，恭喜你们，祝你们幸福。你们俩也是，明天就要离开了，祝你们长长美美。这个客栈很有爱。哎，我也想喝酒，沙爱的吧？今天好沙爱。有什么酒？啤酒、红酒。啤酒好了，30块钱一瓶。好好好，记，大瓶，咱大瓶了哈，大瓶，刚好我拿出来了。咱们酒吧的价钱一分不少，对，1瓶1分。谢谢，你们不喝吗？没办法，我们不敢喝，我们嫌贵，我们哪敢喝？哎呀，我们哪敢喝呀？我看我兜里还有50块钱，你到时候给我添10块。你哪来的50块钱？我们都没有钱。那上交钱包的时候了嘛，然后我自己偷偷藏了50块钱。你藏的真多，真有用这50块钱。拿一瓶。一瓶。那你请老板娘喝一口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做炸鸡，就是为了喝啤酒，结果就没人喝。做炸鸡是为了烧啤酒。50块钱买两瓶吗？欠10块钱嘛，欠10块钱，我慢慢还。来，老板娘。你请老板娘喝一口，我请老板娘喝一口，来，请你喝一口。哦，那10块钱就算我杯子里了。差不多，来喝一口，好。你这也太抠了，你这怎么倒的酒这是？啊，这就10块钱呢？我这刚准备。你去末儿行吗？你要倒1/3，你这一下倒了25了。排骨太辣了，谢谢。你喝吗？喝。你喝，我给你打票30啊。好，别到这里啊！我带钱包来的。来，打开了30。老板，我给你消了，我给你消费了60啊，提成10块啊。我觉得你喝的好怪啊。还好。他今天心情不好。你是不是？我心情真的好。说吧。从你第一天我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失恋了，你想一个人出来疗伤的。我一个人出去了几次了。我插画师。有画画的朋友吗？有啊，他们在英国。英国学校读书1年很贵的哈。你在那边打工就可以了。做义工吗？打过什么工？打过什么工啊？点菜啊，洗盘子，洗盘子。来一张，看到没？做到一个个点就在等着。表演一下，表演一下。你们是不想洗？老板，今天晚上这批啤酒的费咱就不收了，你把这盘子刷了就行了。这个生意很好，我们再给你再送你一瓶。对。我给他一下。我们都用方太洗。你这样你不用多刷，你把。你把桌子你把方太放不进去的你给刷就行了。可以。这个666666666。旅客们朋友们你看啊，就来租这里还得洗碗。旅客们朋友。搞得跟那个列车站广播一样。你是坐绿皮火车来的吧？我觉得你这一段都会被掐掉的，告诉你，你这个人从来开始就被掐掉，你跟没来一样，就假装没来过，你知道吗？人家洗吧洗吧，别急，还没剪呢，我要画画呀，这个客人被我们整懵了，说，你真的来了，我教你用一下方太吧，不，你就放，你就不管了吧，你们都放下。客人都放下，别，开玩笑，咱把头都剪着就好。哦，开玩笑的。快画。哎呀，他逗的这个，不好玩。很开心的，像一家人一样。挺开心的啊。其实可以拿那个直接喷桌面，对，真好使。是吧？我就买了一瓶，够吧？就一瓶啊？我本来是想买2瓶，后来我在想十几天。一瓶够了吧？万一我要买了又多了一瓶，你说刘超，你给买这么多，用得完吗？不累吗？
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提醒您稍后看店。我的天哪，啊，真美，真好看。亲爱的，其实可以拿那个直接喷桌面，对，真好使，是吧？嗯，我就买了一瓶，够吧？就一瓶啊？我本来是想买两瓶，后来我在想十几天，一瓶够了吧？万一我要买了又多了一瓶，你说刘涛，你那买这么多用得完吗？不累吗？那怎么呢？是不是？凡事不要太完美，有一瓶就够了，是不是？孺子可教，嗯，学会的吧？孺子可教。这都是我做的，哇，真的都是我做的，哇，这都你做的，阿姨，啊啊。我能看看这个吗？哎，你其实人家自己手工做的婚纱，来试试来吧。不用改的啊。能戴戴吗？可以吧？可以，很漂亮哎。啊，真美。没事，我们八点半。你戴的可以呢，真好看。嗯，你不看我真帅，超模。超模。哎呀，来来，翔哥来。我觉得应该给你跟翔哥拍一张。哎呦，我的天哪！新白娘子分析。哇塞，婚纱都来了。小孩好玩了。应该这样的，对。这儿就行了，这儿就行了，这儿就行了。你这次帽子比人好看，不必须。等我先找土儿戴拖鞋。来，我来。来，一、二、三。咋了这又？你容易吗你？你这样都不容易啊！人家的东西好用哈。嗯。一点油都没有，喷点这个，好使。你看你也不表扬一下我。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把这些事儿办了，啊？你说你是不是？真棒，啊，真棒！你是不是应该表扬一下？是应该表扬你，谢谢你啊！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是你。我给你拔个罐好吧？你试一下。我给你试一下。你别拿我练手。我绝对不是练手，你看我自己已经拔过了。你也没有油，你就松拔呀。不用油。操你！老公，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产生过分歧了。今天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说的道理我是懂的，但我还需要告诉你。有时候女人是不想听道理的，每天都听你在夸我，突然那么严肃地和我讲一堆道理，我还真是有些不适应。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原谅你了。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提醒您下期看店。喂，你好，我是客栈的技工。你过来了，娘子。Hello， 亲爱的。高爷。好快啊，干净我的。等一下，我要死过去吧。我是朝阳区，你要死。你就感到我摇滚的气息。他男的想跟女的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羡慕，每次一个人出去可孤单了。傻，行啊。
走破了，你保个创口贴我求你了好吗？加油，亲子妹妹，加油，大胖子，真乖。翔哥，还好吗？到位了已经，再喝你就危险了，不用再喝了啊，就这么多了今天。什么孩子你是？啊？你还行不行？不行。清风草地，阳光倾斜，你在什么？